执政前的训练啊，所以我们要一个执政团队。那这个所谓的团队不是一群人在做事叫做团队，这个团队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有一个共同的方向，啊，大家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做一件大家都要一起把它完成的事情啊，这个就是团队。那很清楚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要这一群人，这四千个人，当美国总统他 announce 说，好，现在这个台湾的治理当局要由 TCG 来接，从几月几号开始由 TCG 来接政的时候，我们就接了。那接的时候呢，美军会进来，会进来，我们从美军的手上把这些政务接过来，哦，那么ROC 蔡英文的系统，包括国民党的系统，他们就要交出来，他们必须要把政权交出来，哦，所以这个会不会吵架？这个没有办法吵架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啊，谁不听话？谁不听话是 美军他就会处理了，美国会处理，不是我们，我们没有刀也没有枪，哦，所以当个伊呢，啊，中华民国有刀有枪，好，哦，所以我们如果要跟他吵架，那当然是我们会输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武器啊。但是这些中华民国那些武器是谁供应来的？是美军供应来的。其实中华民国的军队，其实以后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美军的一个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一定是这样的。因为人员是他训练的，系统是他的啊，一定要听他的指令。所以这个系统是没有问题。啊，所以我们希望是在这样的转换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准备我们该做的事情，然后我们积极的跟美国要回我们想要的政权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符合战争法。战争法就是你占领这块土地以后，你要成立在这地上，你要成立军事政府，同时要由当地的百姓哦，当地百姓哦，哦，不是外来政权哦。要由当地百姓成立当地的民政府、民事政府，在伊拉克也是这样啊。美军占领伊拉克的时候，他在伊拉克成立美国军事政府，同时成立伊拉克民事政府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就是要他回归法律，什么法律？战争法、占领法，回归法律来处理台湾问题，和平的，而且是非常的公正的来处理台湾。现在就是对我们台湾的处理是搞模糊政策，然后忽视我们的权利，甚至不给我们国籍，让我们在世界上是变成一个没有国籍的人，好，然后又把这件事情把它盖住，让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们是无国籍人士。现在全世界无国籍人士是越来越少，啊，台湾这一群人就是没有国籍的人，真可怜的。啊，咱参加所有的国际上的组织拢未使，这是足奇怪的代志。全世界无人安尼，无人像台湾安尼。哦，同样都是，如果都是被美军的占领地，那些很多大部分啊，除了台湾之外，大部分都是殖民地，都是殖民地。只有台湾这块土地不是殖民地，这就是很多的国际学者，包括美国的政界都没有搞清楚，还是刻意模糊的地方，哦，你在这里你要最清楚的，台湾不是殖民地，不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台湾是日本的国土，战败了之后被美国军事占领，一直到现在，所以美国不能把台湾这块土地变成他的，因为他已经是人家的土地，意思讲人过安啊，这个姑娘已经嫁人了，人都无跟伊离婚啊，你是安怎就要甲娶？台湾是无？台湾都嫁予日本啊，日本天皇啊，人迄婚姻拢有伫咧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日本天皇无讲要甲台湾离婚啦，哦，啊，中国一直要甲抢啦，要甲这个新娘的名叫台湾，要甲抢走，可以吗？可以这样子吗？不可以啊！啊，比方伊万家去，迄别人的某就是阮的某啊，吼，哦。啊，像那波多黎各会使，啊像那其他的国家关岛会使，迄还袂嫁人啊，迄伫殖民地啊，迄种殖民地啊，西班牙的殖民地啊，像那菲律宾也当独立，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呢，
啊，美西战争以后，西班牙战败，美国啊，美国摕到迄个土地嘛是殖民地，包括是美国给伊独立的，吼、哦，美国我袂甲你拖，啊，你家己自由，放你自由去，安尼啊，伊甲台湾的处境无同啊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点你就一定要搞清楚，对足侪人拢搞不清楚，都没有看到，唔知视而不见，乃是真正他家公义啊，是安怎拢看无？全世界没有人跟台湾一样，只有一个最像的是怎么样？Okinawa 冲绳，那冲绳现在怎么样？返还给日本啊，因为它也是日本天皇的国土啦，所有权是日本的，后来还给日本政府了。所以地方叫做冲绳县，但是美军那边本来土地有多大，但是全岛的不知道三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那么大，都是美军的使用的基地啊，现在那个冲绳县的那些住民就抗议了，怎么样？他们就把一些土地返还了。好了，本来我这四分之一的土地都是我美军在使用的，现在我就退了，那这些要给你们冲绳县的居民用了，就慢慢退，慢慢的退，那些居民要退到哪里？退到哪里？啊，有消息说要退到台湾来，这个我们在讲这个执政团，执政团队我们有执政团队的文化，在犹太人他的智慧书里面，他有讲到这一段话，他说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。确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，也必同得安慰。这个同受苦楚要同得安慰，就是啊，因为我们是一体的，执政团队是一体的。哪个地方它发生的困难，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困难。哪个地方发生的它的那个障碍，其实就是我们整体的障碍。所以它不是分开的，它是大家要有一体感。这个叫做团队啊。如果说，你做你也做做我的，井水不犯河水，那这样就不是团队，高雄州发生的问题，在台北州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我上面比赛，他赢了南部的台积啊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整个的核心是要整个抓在一起。台湾没有很大，事情没有很多，把重要的事情抓稳，其他的细节的部分我们交给地方，由州去处理，由郡去处理。那你可能是州的议员，你可能是郡的议员，都是非常重要。因为为什么？百姓在接触的时候是接触到这些基层的组织的人，所以你如果今天你没有预备好你自己，其实。大家对于台湾民政府的印象是好是坏，他会从你身上看得见。如果你一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是摆个那个高傲的态度啦，爱理不理的啦，人家来陈情，来要求协助的时候，那个态度都很不好，那个人又认为你们这个政府比国民党执政更糟糕，那是不是对整个团队都是一个伤害？是。所以我在上这个课，我主要是在重点是放在执政团队的素质，因为你可能将来会是我们执政团队的一员，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执政团队的每一个小螺丝，他都是非常重要，他知道他那个螺丝的使命，那螺丝的重量，这个螺丝要松，要拴多紧才会刚刚好。那是非常重要的，拴过紧的就八角就行啊，水晶洞啊，啊海啊，弄海底啊，拴不紧，整个机器摇摇晃晃不稳定，然后运作起来怎么样不正常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该说的时候要说，该做的时候要做，那怎么说怎么做，你都要恰到好处啊。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步一恶；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？没有。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没有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。我告诉你，有些人对于我们这套法理，他就是不行啊。所以从这里出去的有很多的小组织啦，我们法理的论述
其实有几个字、啊、台新台湾论这两本书这么厚，一本这么厚，两本这么厚，它主要在讲什么？在讲日属美在台湾民政府，列举吧。这两本书在讲什么？啊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你唔那这套有啥？啊，有啥啊、哦？有哦。日属美赞的有人无赞成啊嘞，有人来改个日，哎哎对，美属美赞，台湾是美国的，叫美属美赞，好、哦，哎、啊、那个要争取一下，好、哦，然后还有人又把它改了，改成日领美赞，好、哦，这是日本的领土，美国占领。然后，但日领美占跟日属美占又差在哪里？日领美占就是说，台湾这块土地是安倍的啦，是日本政府的啦，啊、哦，是日本政府可以来管这一块，不对，日本政府早就放弃了。你读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哦，那第二条 V 就讲到。日本放弃，这个日本就是日本政府，啊、哦，休战的期间，另外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战败，日本战败的结果，天皇那时候有说他愿意负起战争一切的责任，但是经过军事的这个审查之后，有没有把日本天皇处死？没有，日本天皇没处，结果是谁？那个时候的。三百五十六有戏哦，哦，哎，东条英机，哦，一起绞刑吗？哦，绞刑他秘书，吊死，还有上吊自杀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这爱把人执行的啦，唔是伊家己自愿上吊自杀的，绞刑哦，是对一个军人最大的侮辱，哦，军人就要甲要予伊判死刑哦，实际上是爱枪毙。爱用子弹弹死，吼、哦！啊，若日本精神是啥嘛？日本精神就是切腹自杀，爱家己一把，安尼一左，诶、欸，一横一竖，安尼起来，吼、哦！啊，两刀就要死，啊，无就痛苦的吼、哦！啊，绞刑是对于战犯吼、哦、最大的一个侮辱，就是用绞刑，哦、所以。那个希特勒的集团，那很多的有22位他们的一级上将被判死刑，东西有绞刑来处理啊、哦、啊，东条英机也是绞刑，所以你个知影讲，迄、那个日本战败这个战争的责任不在天皇，天皇他愿意承担，他没有逃避，但是最后的结果，美国。整个审理的结果，天皇无罪，好、哦，侥幸得以吊刀自杀啊！但是英机被吊了，好、哦，别人执行的，该挂地挂地用刀啊，为安那棍用起来，嘿对，好、哦，索一直索索起来，好、哦，啊，所以日本天皇一直都拥有台湾的所有权，不是主权。所有权，这点就是伊所有的啊。啊，主权是交给啥？交日本政府。啊，日本政府战败之后，他就把这个台湾这里的所有权，我刚刚讲过，所有哎、欸，台湾的主权权利的部分就要全部放弃。啊，但是他主权义务他还在，所以你免惊讲台湾那边会拍，那边拍过来，再来出兵。日本绝对出兵诶，因为伊有主权义务伫遮，所以一定爱出兵。啊，即马出兵是毋是因为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？毋是啊，即马伊出兵伊会用《美日安保条约》，因为美国撤军90天以后呢，九十天以后呢，美军就要同日本撤军。他要撤军之前就跟美国就跟日本签了怎么样？签了《美日安保条约》，一直到现在都有效。好、哦。所以现在维持这个第一岛链呢，拢是用美日安保条约，包括搞着台湾跟南海这地，
美国人都看不到，你看，在日本的那个军舰也都开到南海去，去协助处理这个事情，因为他有主权义务在，啊，然后美日安保条约要启动，现在是用的条约的是用这一条条约在执行，啊，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法理的分界，你要信守日属美战，那再来，哎，你要清楚台湾民政府。那台湾民政府这个民政府，你就要去读战争法，你才会了解什么是民政府。民政府在做什么？他能做什么？他应该做什么？他不能做什么？哦，啊，你是在一个民政府的这样的政府机构里面，不是政党哦，我们不是在参加政党哦，哦，你不是参加党哦，咱是进入哦。你正确的进入你分出正经法下卡的这个台湾民政府，你去做什么代志？你要了解，哦，好，无有真侪人不爱三钱，这个不爱三钱的人，可能你的爸爸妈妈，有可能你的后生媳妇、你的仔囝，一直甲你反对啊，啊，你讲偏离啊啦，啊，你嘛有无？你嘛拄着无？有当时你的先生、恁太太啊，哦，一味的反对啦，啊，讲也讲袂听啦，啊，洗脑洗袂过来啦，洗袂转来啦，哦。信你进来，不信的人就出去了。信的人加入你的 line， 不信的人你就从你的 line 剔除了。不要你的手机里面有统一的、有台独的、又有 TCG 的都混在里面。啊，哦，当你要走这条路的时候，回去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手机清一清。啊，哦，一些不应该在你手机上面的人要把它 delete 掉、清掉。啊，哦，交接信。这新朋友就是我们 TCG 里面以后对你执政有帮助的这些人，你要把他 Q 社会，啊，哦，有问题爱问伊啊，要哪做要哪做，袂晓爱问伊啊，要哪讲袂晓爱问伊啊，读无爱问伊啊，迄款人，那就是你安那生命中的贵人，哦，大家都是人伫遮已经用四档、五档、六档、十档时间拢伫遮伫努力啊，啊，迄阵十，你想看你十档前你伫创啥？五档前你伫创啥？我问你，你去年的，即摆你咧创啥？你那戆戆也唔知影咧。啊，台湾是硬的变的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，看拢无啊？哦，报纸也写安尼，也写安尼，有啊，是安怎？到底是安怎？都不知道。嗯，啊，即摆你知影，你看你办了偌久啊？赶快，及时止追，哦，信跟不信的就分开了，哦，不要同户又同，不要同户又同卖社会做代志啊，无法搞社会做代志。义的和不义的，对的事情跟不对的事情，它有什么交集？什么是对的？合乎战争法、合乎国际法的才是对的。不合乎战争法的那是胡搞的。你要会看，你这个不会看就是你没有读书，你不知道怎么当来做台湾人，你不知道台湾人。有哪些权利已经不见了？台湾人有哪些的那个应该争取的东西没有去争取？哪些权利被剥夺掉了？啊，为什么台湾人会这么痛苦？为什么台湾人在台湾收入会这么的少？我过年到国外去，到一个小岛，那个小岛呢，面积只有台湾的三倍，但是它是一个共和国。土地是台湾的三分之一，人口只有80万。我们台湾2400万，2400万的三分之一嘛800万，对吧？可是讲咱的土地哪三分之一啦？今卖三分之一啦，咱三分之一内底咱的大，咱的国800万人的，因咱的因的人口咱的10%尔，因这个国家加起来大大小小加起来八十万人，那个一个国家嘛，咱连联合国一份呐。我去因个码头食一碗面吼，你有多好食啦？啊，怎歹食？我咧讲啊，足歹食个，足咸个，足香个，拢大足大碎个，所以我不得已吼，我就摕一罐水吼，紧甲加落去，本来干面变汤面，稀释太咸，够足香个。因为哈，其他无啥物件通
食，我想讲食鱼较好，啊 ，noodle， 啊叫 noodle 出来 ，noodle 都会出来。哦，我一碗吼，咱无讲介大碗，过咱迄个碗咧一碗啊，吼咱平啦，吼平平安尼吼。我食哇，啊才咸，吼。你食时阵无甲看计数咧，食了时阵付偌济钱，你知无？一碗面500块代表啦，甲换算做台币，我500块而已啊。啊，一碗面我看你台湾才35块，上得40块。啊，50块不能台币的计数，哦，一瓶500，一碗面500块，10杯啊，啥物好贵？是你心善啊，台湾人无正常啊，那个收入伤少啊，收入太少，人当你服务人就是偌济钱啊，咱台币都真悬啊，对无？吼，哦，啊，人的食材原来甲遐人有成本啊，对无？嘿。啊！伊关东地区有加税啊，加20%的税啊，税金啊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较贵啊，咱盖棺成道，搁算算一碗500块啊。咱台湾咱嘛是爱安尼啊，啊你敢无？你唔敢是安那？啊，佮大家都无钱啊，对无？啊，这有正常无？还是咱无正常呢？台湾咱也无钱，是安那？咱遮台湾人遮打拼，啊，咱也无钱，整个系统都错了。咱讲咱开179亿，去甲外国买迄个卡车轮胎啦，军用轮胎啦，遐卡车咱根本拢袂顶当，179亿美金啊！哦，咱用偌济钱去甲买分角，偌济钱去甲买去买遮直升机啊拍气，哦，买30几台，才8台飞来甲台湾，其他遐咱无过来，因为飞袂过来，伤远。飞过来，你也想一台，伊无偌久就载落去啊，是咱才载落去啊，伊当着民房，哦，咱做这代志，这个是安怎？这个是模糊政策内面呢，为军事采购将你台湾的人的钱偷走去啊，安怎偷走去？拍过咱大家人交税金吗？你着认真趁钱，我着来，我着来抽税嘛。有足侪税金咱免交，咱拢无往伫交啦，无交袂使，无交你话看现袂关哦，无该限制出境嘛。哦，那跟同款啊，咱咧少年拢在那边做兵呢，啊，咱往往去做兵啊，啊，像那用兵役法来甲你迄落啊，你唔做兵，唔做兵我甲你通缉，哦，要甲你抓伊判刑，用这，互咱无应该去做代志，当咱往往去不得已，我们是被迫的去做那个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我们是被迫去缴税，缴那个不应该缴的税，啊，高价税啊。伊台湾治理当局的平台，啊，怎为遐美国为遐抽税，叫你一定爱买啥物物件，抽个抽去美，就抽去美国去啊。所以啊，川普接到迄种代志，真欢喜，讲哈，台湾一冬甲阮买偌济物件，几百亿美金，啥物我连一通电话都袂当甲食，嘿，但我有够好笑的，吼、哦。迄你讲啥？每一冬时间到，你钱无爱送来我美国。因为啥？你是我通敌的所在，我是通敌者。这叫做殖民啦、啊，殖民就是只要你的资金，但是不给你建设，那个是殖民啦、啊。啊，咱这大家人拢是那个台湾奴，台湾人伫台湾咧做奴才，所以永远无是对一个奴才是好个，永远唔是好个，你都做死尔。啊，你奴才到奴才生囝嘛是奴才，对无？这永远不得翻身，你永远都是奴才。这个你想哦，咱一定爱本土台湾人爱认捌这个法律，啊，咱爱起来做咱该做的代志。哦，咱唔是要推翻美国，咱是要让伊正常化。正常就讲你美国，你甲我做咩好，我信，我就证书。那时阵的台湾叫做日本台湾，阮日本台湾证书阮投降。你美国你亲自做咩？你根据正经法处理台湾这块土地就好。哦，你爱讲照顾阮正名，你讲正名是人家照顾比正名正，阮这比正名久的百姓，会这生活，你爱负责啊，无你要讲正名，你袂使叫阮去做你的兵啊，你袂使叫阮去买你的武器啊，你讲正名，你叫阮去买你的武器，还是买你的武器来甲你相战哦？
你要叫你武器，你要从哪要拍啥人？对无？唔那中国会拍过来，中国拍过来是你美国的代志呢，那是我台湾的代志。你美国占领台湾呢？即马有别个国家要来拍台湾，你占领军你唔免出来，你唔免出来处理。哈、啊，安尼你敢是占领军？无你个放，你个宣布讲你放弃台湾，你要对台湾撤军。吼、哦，台湾啊啦，还予日本，可以啊，你美国总统你会当来做啊？美国总统伊嘛宣布有宣布啊，伊宣布讲伊伊拉克撤军啊，哎，总统宣布啊，总统宣布啊，伊拉克的伊拉克的美军就撤离啊，伊拉克伫韩国去休战的时，伊嘛要撤离啊，从韩国撤军啊，对无？你也在宣布为台湾撤军，啊、哦，好，台湾主权你交出来，交啥啦？交看你交向哦，日本。啊，是安那？你要希望台湾的百姓，迄阵过，咱过，咱早有讲讲话的机会嘛。即摆咱是要要求即块哦，咱是要要求啥？要求你照战争法来处理个，哦，你继续占领。你，但是阮无国籍袂使。啥人咱会无国籍？咱本来是日本，咱本来是日本籍的。1947年，中华民国用一个行政命令，将咱日本籍人取消掉。了，无经过咱的同意，就予咱安那中华民国的国籍。1949年，中华民国灭亡，这个国籍无去啊。所以咱大家拢变无国籍，安尼甲咱武汉去的呢。啊，伊啥嘛？伊要甲你，伊要甲你创这本土台湾人变成做因的人，因为伊要将台湾啊，台湾直接变成做伊的土地啦。要将伊的政府伫遮要合法啦。结果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这是战争法的黄金定律啊，铁则啊，他永远不可能在台湾有合法的政府了、啊，一定要登在南京啊，他才能够恢复到他的原来的身份，才能够结束流亡。你若继续在台湾，你永远都是流亡政府了、啊，哦，这个就是战争法规定的。那个爱你讲啦，你根据战争法来处理台湾这代志。所以我们既不是要独立，我们也不是要把美国赶走，哦，我们也不是要跟中国统一，那个都不对的路。我们是要回归，让台湾国际正常化的主要原因是这样哈、哦。所以你要进来这里，你要知道对台湾地位来讲，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，对跟不对的没有交集，也不需要辩论。你要相信的人走相信这一边，你不信的人你就走不信的那一边。哦、那么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所以美国政府早就标示，我们现在上课，我们上课是现场直播哦。你回去，你上官网，你还得找到今天上的课哦。哦，像刚刚那一节老师也上很多资料，对不对？你看了不太清楚，你也在这登官网看。哦，我们这个课是全世界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看得到的，所以我们。所有的上课的老师在这里都不能够乱讲，一讲错了就是留下证据啊。哦，还有美国有在 supervise， 在监看我们的课程，你在这里有没有在先讲台独，华里有没有讲错？而且他有三个人在看，都要翻成英文给上级看，三个人懂中文的来听我们的课，三个人要把它翻成英文，还要给上级看。哦，他们要去审核，所以这个叫做光明啊，弄堂灯呢，不是暗喇叭，门关起来，好像是秘密会议一样，不是这样子啊，哦，中国大陆那边也有在看啊，哦，现在的民进党有很多人在看啊，那他们里面有很多人也知道，但是他们怎么样？有些人开始怎么样松动了，有些人开始又想要跟我们接触了，为什么？想要从中要看得到什么好处？他们知道说他们那条路慢慢的会走不通了，哎，但是他们也不敢进来，为什么？现在不敢进，为什么？现在进来怎么办？他有政党的问题啊，党派的问题啊，还有政治利益的问题啊，他怎么舍得放下他的政治利益？对吧？我们还没有拿到政权之前，我们是没有机会的呢。哎，你今天来参加受训，谁帮你付钱？
免费的吗？自己啊，我也是自己啊，大家都自己要付费呢，没有自己付费的都走，拢走行未头哦。我别人甲你出钱钱的，我咧讲拢行未头。啊，你家己出钱的，是你自己付费的。哦，一直到我们执政之后，经费才会下来。以后我们执政之后，我们会很有钱。我们也会让本土台湾人非常好过日子，因为我们受的苦太多了，所有的该理赔的都透过转型正义要做理赔的工作。哎，你有去做兵吗？哎，做兵要哪理赔？你有迄个冤狱无？有拄着冤狱的无？乌白甲你判，哎，到时拢乌出来，吼、哦。啊，有你的土地，土地本来是你的，我不管怎样变成国有地的无？啊、哦。收集证据，到底拢拢在处理、哦。我们会照顾本土台湾人，会把他照顾得非常好，这是台湾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。而我们的福利会非常好，我们小孩子读书不用钱、哦，那些承诺一直都在，而且一定会落实。秘书长也讲好多次了，你假劳金，你每年放你无钱、哦，我们每个月有一定非常够你用的一笔费用。依照你不同时间加入，我们给你的费用会不一样，越晚加入的会越差，啊、哦，但是都比你现在好太多太多了，啊、哦，所以你免烦恼你的晚年，你免烦恼你的青年，你若无厝，我政府会退厝给你，因为为着我无可光鸟，我要为着一栋厝，我搁安那打拼三十年，再当起一栋厝的钱，无许代志，哦，你无厝真简单，我有政府给你。啊，政府厝买对嘞，买对来，嘿，足侪人爱移民台湾，你知无？眷村遐个，眷村遐个最大的难民营啊，那就是全世界最豪华的难民营，就是大安森林公园对面遐遐眷村遐拢拢是咩？每个地方每个地方以前的眷村改建的遐，哦，这些难民营要结束，因为这个流亡政府要结束了嘛。哦、中国人应该要回到中国的地方去，除非他要怎么样，他要透过法律的手续，然后规划来当台湾人，哦，他就变做 CW， 哦，现在农民伯伯啦，啊，我不回去啦，我这么老了，我要住在台湾来规划台湾人 CW， 你知道吧？哦，他一样要拿台湾的身份证，所以他就是变成法定的法理的台湾人。他的血缘是中国人，但是他是华裔台湾人。就想我告诉你，川普是哪里人 ？No， 川普是德国人。德国人，川普的阿公是为德国到美国的。川普是德国人，但是安怎，伊是美国籍。如果当初他的阿公没有跑到美国去，今天就没有川普总统。哦、所以他是德国血统，但是他是美国人，就这样、哦、所以你们啊，你跟你讲啦，咱每一个人啊，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他们是怎么样？其他的不相信我们台新台湾论华语的其他的住在台湾岛上的那些人，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出来，就是怎么样？要分别，要分别，不一样啊，我们是不同的族群，好、哦。跟他们有所分别，好，这是这里在讲的。所以你即马来上这个口令，你要讲这条路，你就是爱啊开始，你要先你自己大脑的东西要分了，清清的该清爱清掉，过来人际关系该清爱清掉，哦，啊你变哪做，你要先想好些，你要去认识这些你生命中的贵人，你执政当中有帮助的人，那是重点。他会一步一步带领你、哦、那你必须是一个 OK 的人，你如果你这个人不 OK， 想要哗众取宠啦、啊、想要从中这个贪图小便宜啦、啊、那个都会有问题、哦、啊以后如果说有机会在你手上，你就想要贪污外公，贪污的就对你死刑哦，你要想哦我不知道我对钱这吼常常会心肝会痒哦，你不能贪到这，因为后摆你说经手的钱的金额都很大，你看哦，我们不用买武器啦，那些钱可以省下来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我们不用去买外交啦、啊，
那钱是不可以下来，还再来呢？我们跟美国跟中华民国诉讼以后，那些不当党产，为什么只有国民党才有不当的党产？哎，新党干部、民进党干部、台湾的政党有啊，这几十个呢，几十个政党，其他都没有不当的党产，只有国民党有。啊，这从哪里来的？从哪里来的？大陆哦？不是啦，他到台湾来接受政权的时候，讲霸占的啦。啊，日本人照料，还日本人私有财产讲空起来，变成做英语啦。哦，这块土地讲占就变成做英语啦。那个老鼠讲占起来变英语啦。哦，有人在问啦，讲啊郭台铭后边啊，他有原因，因为他有鸿海企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嘢嘛，哦，啊连战食嘛好嘢，连战哪会食好嘢？哦，伊讲伊妈妈做到投资股票，会奇怪啊！我投资股票差拢袂赚钱，投资股票变成做安尼，哦，迄阵讲圈地嘢啦，那还是土地，别个不当得利。就国团现在特别，伊讲要扣转，变做收归国有了。迄土地，迄就国团，遐土地位对来，国有地本来是上人土地，日本人的，甲咱台湾人的，哦，过来就是啊，日本株式会社的回下的公家机关，遐拢共占领起来，拢变成做国民党的东山。你偷就是偷这物件，但偷回来，偷到真辛苦。不偷个不一定赢。我们执政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东西都一定要回来。所以你台湾人好嘢，我跟你讲会好嘢，安尼知无？咱即马上惊啥？上惊讲后摆只台湾人只少年无爱拍拼，我讲免啦，我讲免拼，福利才好着，较着拼。咱惊是惊的，吼、哦。咱希望咱的后摆，咱的下一代，伊爱拍拼，但是伊免烦恼。伊免烦恼讲，我连住个所在嘛问题，我连三顿嘛问题，我连头路嘛问题，吼、哦，我连要出国去看世界看一遍，我嘛是无法度，互我伊拼到五十岁嘛是无法度，拼到上工程啊嘛是无法度，啊一世人都无意义啊。吼、哦，我们台湾人会很有机会，会很有希望，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，把这个环境弄好。我们在做的是这个事情。啊，没，绝对，唔免烦恼无钱，后摆钱足多。好、哦，透过法律的程序，我们会要很多钱回来。好、哦，你要先相信我们走的路是这样的路，我们做的方法是用这样做的，所以它未来必定要呈现什么样的结果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是要透过我们一群人的共同的努力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。我们这一代就会看得到，我们会让下一代更好。如果没有这样，我们在台湾很痛苦，又很辛苦，年轻人就没有盼望，他没有未来，他不想再待下去要做什么，再待在台湾怎么办？哦、我最近有一个那个 iPhone 公司的一个贩卖员，他们都要离职啊，问我们为什么要离职？为什么要离职？因为每次我的苹果电脑有问题，还是手机有问题，我就去找他。后来他知道我是医生之后，就对我非常好。好、哦，那我大概三天前，我的电脑坏掉，你知道吗？突然间盖起来，那翻开之后，结果他睡着了，怎么叫都叫不醒呢？昏迷状态呢？结果我的资料都在里面，全部都在里面。我跟他说，我礼拜六有一个很重的演讲，啊、哦，就是要来这里给你们看这个档案。我很重要的影响，我一定要把资料调出来。他们几乎，他们那个店只有三个人哦，三个人里面两个要离开了哦，到二月底就要离开了。他们卯尽了所有的力量哦，把资料从那个已经睡着的那个电脑里面把拆解，其实他们是不能拆的哦，拆解下来，然后把我的
那个固态硬碟拿出来，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电脑里面是长那个样子，我从来没看过苹果电脑里面长那个样子，从来没看过，第一次看到。光是要拆那个螺丝啊，有八只螺丝锁住啊，锁住那个背板，那个螺丝要拿，螺丝起子就非常的特殊。他们自己店里没有这种工具，因为他不让他们拆，公司不让他们拆，哦。然后他去别家去借，去跑了三家，终于人家呢拆那个新的呢要卖 的那个整组的特殊的工具借给他，终于把这个拆掉。拆掉之后把那个固态硬碟拿出来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固态硬碟原来这么薄，我靠薄呀，这薄呀！哦，那下固态硬碟，他说如果是这个坏掉的话，我里面的资料是调不出来的。哦，我那时候也很紧张哎，礼拜六要讲课，我资料锁在里面了，拿不出来啊。他问我说有没有备份，我说因为我的档案正在做，所以还来不及备份啊，所以他就睡着了啊。他也很替我紧张，然后终于把固态硬碟拿出来，但拿出来之后没有办法有一个盒子，然后接上 USB 转出来，要到处去借呢，去问呢，打了很多的电话去问呢，终于问到了啊，有一个商家，他说他有那个固态硬碟的那个硬碟盒，哦，那个硬碟盒多贵呢，3000块啦，一个硬碟盒3000块啊。哦，哎，比较旧嘞，就来倒了，要倒的话，我还啊，那袂下啦，型号不一样啊，哦，啊，不然呢，用这一波呢，拆他们店里的什么，拆他们店里另外一台跟我同型号的笔记型电脑新的哦，把我的硬碟插进去，从那里读出来，你们今天才看得到，所以让我很感动，很感动怎么样？我发觉这些年轻人非常好。很尽心尽力为一个客户服务。我后来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要离职？”他说：“薪水太少。”说怎么会？苹果电脑都卖那么贵，啊，手机都是20000多块的，怎么会薪水太少？啊，我们拿到的 profit 一点点，啊，而且没有弹性。伊毋是讲开价开20000几块，然后呢，伊压缩比足大，会使互你速计化计，啊，用个 commission 足悬个，无，吼、哦，我讲啊，你们到底领多少？你熟了之后就会，就可问题了。男生说不到30000，有业绩的时候不到30000，没有业绩的时候20000出头，我讲啊，真的太少，啊、完蛋了，吼、哦，所以真正是我看到这年轻人啊，我们。年轻人很优秀 哦，他知道说，哎，有一个医生他是我们的客户，那他礼拜六有一个很重的演讲，他们真是整个店都是卯足全力在帮你，啊、哦，没有人这样的。他说，正常的程序是，我们在店里，我们店里只是贩卖东西，我们不可以在这里变成维修站，这个东西必须要寄到台南，寄到台北。由维修站处理，处理一个行程下来最少2个礼拜。再来你讲，你要修理无？那么查出原因是怎么样？你要修理无？问题出在哪里？要不要修理？多少钱？哦，没有那个第二天可以拿，当天就可以拿到资料了。啊，你资料你来这是你的事啊，你的事嘛，对吧？你没有做资讯安全备份是你的事嘛，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哦，他大可以这样做。但是我看到的不是这样，对我们台湾的年轻人，那个赤子之心在不在？还在。啊、哦，两个呢要离职，一个要到哪里去？要到澳洲去打工。去做什么事？我说你去做什么事？不是、啊，那么他们要去那个农场啊、哦，去采水果，然后做包装。一个 iPhone 的专家，好、哦，苹果的专家，在台湾被迫必须要离开台湾，到澳洲去做这种工作。我们台湾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养不起这样的人才？
才你如果往上那个培养，他会变成什么样？他还不到三十岁，二十四五岁，去底下去做这个工作。我唔是讲这个工作唔好，后摆农业嘛是咱真重要的工作，但是大家人有大家人个嘛，有专长嘛。你像这个高科技的人，啊，你甲分甲分甲去做这个基层的工作，敢对？对吧？除非他自己愿意啊，我可不可以享受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？那是他是在 enjoy 他的人生啊。如果他是被迫，是因为我在这里的收入没有办法让我的车贷、我的房贷，还有爸爸妈妈的问题，还有我想要结婚，我都没有钱，我没有办法存钱，那我怎么活下去？这就是连生基本生存的问题都有不都发生的问题了。他必须要选择出国。好，那我们台湾的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一直出走，大家拢去外靠的时阵，当台湾变成这样，当然老人愈来愈多啊，哦，少年的袂当生存啊，没有办法活下去，台湾会变怎么样？哦，我们一定要改变，而且一定我们有能力改变这个现象，我们要改过来，哦，让他们无后顾之忧，然后往正确的方向为台湾来努力来发展，哦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再来，有一句话说，要做完全人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。哦，这个完全人就是不要有缺点，不容易。哦，我们人在该说的时候你说的话对不对，在不该说的时候你有没有真的把你的嘴巴锁住，常常就是该说的时候不说，那不该说的时候又讲一堆出来，那讲那些又是讲错了，你不是伤害了自己，就是伤害了同事，那不然就是伤害了团队，啊，严重就是伤害到台湾。那有时候你会受很多委屈哦，啊，你尽心尽力在为我们团队在做事情，但是人家对你误会，但是了解你的人呢，会怎么样？会给你打气，给你加油，会安慰你。可是有些人会怎么样？会无法接受别人的安慰，他会觉得你是在可怜我，我不需要你可怜。啊，那种人也很难处理，那种人他很难，他的心理很难被治疗，他会被治疗变成复原，好，复原的状态。我们在工作当中，大家你看，来，你前面的往后面看，来，你们看一下你们这一班的同学。哎，你们站起来，这是你们这一期的同学，你知道不？老拜讲，你是第几期的？在老下呢 ，H170210 啊 ，H17A 啊 ，H 可是高级班啊。2017年2月10号开班的这一届啊，你知道不？你们就是同期的同学，哦，啊，老拜也拄着呢，老拜讲，你哪有老人拄着？啊，拄着你，嗯，安尼。北京邓欧林在那边，那同学呢？哦，自己要认下来哈，哦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互相安慰的时候呢，你要接受别人的安慰，你要能接受别人的安慰，哦，同心合意的怎样啦？社会来差别，这个会呢，这个会同伙哈，哦，弄几光败的哈，那结伙抢劫啦，哦，那结伙干什么坏事啦？其实我们是啊。做会这个会就是大家一同同一个心智，同一条绳子绑在一起，哦，最重要是要彼此和睦哦，不简单哦。合作这个合是最难写的哦，大家要分工容易哦，分不那个料哦，但要合哦，这个教育里面呢很少教我们这个，哦，都教你要当英雄，哦，教你自己啊独立作战，哦，你自己啊自己爱打拼，爱拼再爱拼，那你咧拼，你自己拼就赢死哦。我们是要一起做事才能够赢到这个台湾的胜利哦，才能够获得台湾最后的胜利，不是一个人，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，大家要能够和睦，哦，那如此呢，那个上帝也会帮你，常常会跟我们同在，我们要人要做人要做的事情，那么神就会去做神他该做的事情，那如果当上帝都站在我们这一边，你有放心吗？哦，天时地利人和当你咱代志袂顺，哦，咱无人甲咱穿后脚，过来咱头前一个盼望，咱个敌人已经无去甲咱攻击，
所以当土地也当拿到我们要的目的，哈、哦。阿弥阿弥陀佛，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哈、哦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啊！这一段实在太重要了。所以你的想法要一样，想法要一样，跟谁一样？你要看新台湾论，这个是在调整你想法最重要的书。好、哦，想法调赶快，然后再来呢？我们最终的实证的目的就是为百姓设想。为百姓设想，就是要有一个爱在里面，你才会为百姓设想，不是为你自己设想呢？为你自己设想，你也走向贪污之路，啊、哦！你要为百姓设想，大家拢错，你绝对是好的中间的一个。整个系统都不好，你会好到哪里去？不可能啊！你绝对是受难的那一个当中的一个，啊、哦！一样的心思，你的想法，心里想的要一样，好、哦，一样的意念，你所计划的事情要一样，好、哦，这样子的喜乐就会增加。凡事不可结党，这个不可结党就是不要互相嫉妒，不是说不可以做党派，不是党派的问题，这个结党就是你嫉妒我，我嫉妒你，能力差的人自暴自弃，能力好的人又被人家嫉妒，哦，啊，常常就是嫉妒别人，啊，看袂得别人比人。